冰冻的小时吼，小时要问老师的问题是：有关呢，有传了图片吼。你看伊个红心芭拉吼切开，切开了呢，伊来德国是安尼恶心烂烂吼。所以要问老师，这敢、个、会是吼炭疽吼炭疽病？伊包前呢，包芭拉前吼有使用的住宅果、就是有这个龙须草吼，果、就是咱的细草土这类的物件，还够有清香苦楝油、海藻钙、奥硝呢哦。 伊说，一伊一，他就是用这些来做这些动作啊。伊讲，如果若是毋免用农药，伊个是吼无想要用。啊，他也有赵老师所说的有做记录啊。如果伊若是讲吼安尼做，拢想不通，是毋是讲爱个喷什物药啊？吼，则果来包啊。但是目前伊只有发现着即点苗苗啦，后续还是要有待观察。嗯，诶、欸。欸欸 Uh, 啊，咱好朋友哈，这伊也做恶做嘞哈，这好像上次都要有要看到哈。你上次有稍微提过这个问题，嗯、对，顶个没有，顶个有一个讲，呃，伊经差不多一百一百二十八孔哈，一百二百孔的一个，这个有呢，正四盘哈。哦 那么反面呢，得有一个，这个叫中奖的哈，的就这个球形菌虫哦，因为这个较特别哦，然后边有翕这张相片啊，这之、個、前有讲过哈、哦，这四个点然后啊，然后迄个头呢是 Y Y 形，有一个 Y 字头的这款呢，一个啊，一、這个有呢、嗯，这個、大概就已经是非常典型哦，个且这症状因为啊，这球形菌虫对。 玉米哈、哦，这危害也是还蛮大的哈、哦，所以呢，有时候也是没有办法。这台湾应该是差不多，但讲是啊，普遍都是已经存在啊、哦，吼，等于讲这糖应该，诶、哎，简单讲啦吼，应该是伫台湾呢，大概就是落地生根了哈、哦，这。 已经即为为诶为咱未来吼未来的一个即、这个呃农业的一种即个管理吼，尤其正环保吼，伫即管理上呢会增加很多的挑战吼，这是伫即个问题哈。那对上即个另外即个是即个白蜡吼，白蜡内底伊诶即个即、这个啊芯吼，然、呃、后有黑起软气吼，这个看起来应该毋是炭疽病啦吼，即、这个、有可能是啊即个糖吼，去甲是毋是拄多好拄等吼，有、这、即个糖。是 你去甲加钓啊，旋怎哈。那么我是干嘛讲吼？这可能伊个内底乱起吼，这乱啊，这啊，这个功夫吼，这真有可能吼，真有可能是这个啊、呃，因为伊一一,一开始这是毋是包不钓啊，旋怎啦，吼，就是讲是啊、呃，这个包靠不钓有可能是，所以这看起来很相似真像真是这个啊、呃，这种去危害哈，就是讲。 啊，因为伊会较容易有即款诶一个情形吼，所以你讲一区内底吼，因为若是即个果实型吼，伊会看着空空吼，上详细啊看应该有一个侵入诶一个即个管道吼，所以啊，你即个白蜡呢应该是外面会有看到一个哪种超大超大，但是一个点入去安尼吼，会有即个侵入诶即个管道。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讲伫咱叫吼算。 诶，话讲、欸，敢一定着爱用农药啦，吼！你若是讲、這個，伫即个呃控制了若有好势，实际上是农药吼，拢是一个辅助吼。但是即个白蜡诶，一个炭疽病呢，啊、呃，确实是很严重，吼！最确实是真。 真够严重，啊！佮一个就是讲，因为果实蝇吼、喔、对白蜡吼实在是太有兴趣嘞吼、喔，以前实在是足爱食，所以咱甚至用即种成熟的即个白蜡呢啊、呃、来滴蓝药啊来甲伊诱杀即个果实蝇。你著知影讲，伊即个啊白蜡味呢对即个果实蝇吼、喔、是对即、這个。 啊，这糖啊，吼，咱讲的这个果实型糖啊，吼、哦，是有偌大个这这诱惑力啊呢，啦吼。啊，所以这个看起来就是讲不见得是碳碳碳疽病哈、哦，因为碳疽病呢，伫个内底吼。 啊，总要归害去，即种诶，即个情形呢，不太机会不太大啦吼，所以呢，啊、呃，看起来我是觉得不太认为吼，啊，是一个即、這个，呃，即种情形当然是有啦吼，就是讲伊也是会有一个即、這个，呃，伊嘛有可能是啊内底吼。 内底原来即个暖气，但是呢，啊，一般来讲，若是即种情形呢，啊，多数吼，多数咱看到，真有可能吼、哦，真有可能呢，啊，就是即个许个关系啦，吼，并讲啊，是毋是得先果实隐形白毒？你讲毋过看无到果实型诶，即个空吼，啊内底臭焦气即种呢，即通常是伫外口，伊许内底呢，啊，组织诶有一点啊，即个变色吼，即、哦這個、有可能呢，啊，即较无成即个炭疽病，但是这是零。 我一个应该是叫做这个国府病，吼，这是一个啊、呃，差不多在上早吼，应该上早发现是的，这个冰党啦，吼，这是一种啊、呃，这个类似像这种。 诶、欸，国府并购一个是像即种瑞超尼啊，这类诶一个这个病还有几种一个即个病菌吼、哦、啊，伊起来甲即个感染吼、哦，所以呢，呃，即、這个倒是有一点、哦，有三种吼，有三种诶一个之、這个啊，即、呃、种可能性吼、哦，去引起诶啊，伊即种内底着会安尼，超大超大吼、哦、着像咱迄种，比如即种的一個这个情形吼，所以啊，这是有点较复杂小跨安尼啦吼，啊，所以你甲外口我看起来倒是那从安尼点啊，乌。 老鲜呀哈，啊，但是呢，内地的已经拢海气呀哈，所以这有可能是安尼哈，啊，所以目前就是讲，你包办啦，真正有用之、這个啊、呃，用咱呢一个细片哈，细片啊是讲这种呢哈，啊啊是讲清香苦练油哈，这种物件呢啊来改这个喷喷的哈。 我想讲，来当来折，应该是有一定的效果，但是就是讲喷偌剂、包偌剂因为现在呃，现在住宅呢，总是唔是即种呃，即、這个农业，农业因有即个渗透性吼，有些系统性的即个效果，所以啊，伊、呃、整、這个伫即个。 咱简单讲就是讲看会入肉啦吼，啊，咱咧用诶即种非农药诶这这主宰呢，实际上拢是一寡啊表面吼，并讲像啊即个四片吼龙四宝，这個這個、已经是算是上神奇诶啊，但是伊嘛是无法度入去做不来即个即个体内吼，所以啊，即、這个应用是安尼，所以你也当配合就是讲呃来用啦吼，所以我感觉讲这样子吼，应该是还可以的啦吼，那是安尼咧喷吼。 啊，应该是无问题，等、就是讲那是会使。我是建议你拿即个包菌状芽孢杆菌吼。如果你那是不爱用农药呢，啊，我是建议讲你改用即个包菌状芽孢杆菌安尼可能是比较比较较当吼。啊，当然来讲看季节，比如讲你咧包的时阵，迄阵就就容易落雨，迄个雨季吼，即、這個、啊河水迄个时阵吼，咱可能啊一半刀吼、啊，嘛是爱有即个，因为你。 你先药啊处理了吼，处理过啊，你互伊较清气、较清气了解包起来，然后咱伫即个表面呢，啊，咱会当该利用一寡啊，即、這个更较安全的即种主宰吼，伫拄则讲着即个主宰呢，啊，咱好朋友用着即个主宰来该做一个即个管理。啊，若是安尼来讲呢，啊，可能较有即个把握，因为咧，病海是含天气有足多一个即个关系吼、哦，所以啊，如果若是讲天气无讲盖好，吼、哦，天气无讲。 改好呢，啊，落雨啦，湿气足重的啦吼、哦，这种情形咧、呃哦這個哦哦，啊，咱卖讲用农药啦吼，卖讲这个许吼的用农药呢，有时啊就很难去尽快来改，即处理掉吼，所以啊，咱咧管理的时阵就是讲评估即个天气的個这这状况吼，啊，若是讲天气都顺顺啊，哦啊，感觉即个像最近即、這個。 即阵啊吼，你可能若是呃，进前包起来，即四十几工拢无落吼，四十几工无落雨。 你主人遮物件咧，啊、呃，咱都无啥物款的这個问题，你干哪用遮啊？遮、呃、有机资材来喷喷的吼，这一般来讲呢，啊、呃，都无啥物款的这、这、这、个问题啊呢，吼啊，我是感觉讲拔蜡呢？其实是做得到的啦，吼，就讲并讲像我厝理啊，我嘛拢无怎样啊，吼，但是就是讲呃，这个卖。 要结棍啦吼，反正就是拍天嘅时阵，我一定就是先扫一遍粿吼啊，已经是扫粿啊，随烧粿的水解，即个打药水打散吼，冷棒呢啊，好天较来包吼，啊这全油啊全有特底料有控制调咧，较佮包起来，安尼起来呢，即个问题呢就比较少哦。这呃，这东西含天气有作多一节，这关系安尼啦吼，所以这和咱好朋友呢啊，小、呃、知影一吼，即个大概咱嚟处理嘅节。 这风是安尼哈，那白蜡呢？也一个，一、这个果实上的一个，这病害哈啊、哦，这真其实还蛮麻烦的哈。这工工之内哈，还有一点点麻烦。呃，确实，咱来转油啊，还是下面哈？那么很难哈、哦。 真歹完全甲遮些物件呢，啊、呃，去甲伊做好好势啦吼。著、就是讲，确实伫这个防治上吼，伫个防治上呢，啊，伊咱既然转有当时啊，拄着这歹天吼，比如讲你家转过，转过了呢，佮拄着落雨，吼，以后都拄砖呢、哦，啊，拄着沙沙啊雨，然后咱甲伊包起来，啊、呃，有时候一下子就没有很好，哦，你赶快那个包起来呢。 嘛无嘛无好过关，啊、我都包都包啊，他个会安尼吼。事实上呢，啊、呃，即、這个许嘛无人讲介好啦吼，所以啊、呃，这是有就款的即即情形吼。所以啊、呃，这里就来当互咱好朋友呢，小来解了解者吼、哦。这确、個、实吼，确实啊，要做即、這个啊、呃、有机栽培吼、哦，这個、没有那么的简单啦吼、哦，真正真无。這個 无遐尼简单吼，那么这大概呢是咱伫咧处理的这这情形啊，一定爱相当的注意吼、哦，尤其是做有机栽培啊，只有的是一罐、啊、因为呃尽量你那是咧转这个细片的时阵吼啊，因为你是不是要包起来对吧吼，就是你一定要甲包起来。 啊，一边咧转四片叶，当转较重一类吼，转较重少寡。我个人是，啊、呃，是家己扣头吼，就是讲甲转一边啊包起来转。 随转随包，吼，即、哦、转一粒包一粒啦，拍天嘅时准是安尼吼，但是即，即是贵粒啊，会当安尼做吼，即唔是不不推荐你即种嘅即即方式吼、哦。但是迄个原则吼，迄、哦那个原则呢拢是共款嘅，就是讲啊、呃，一定爱包裹、哦、啊，要最大，无去闹闹得得好就无准省，好闹闹得得好啊就无准省，吼。即就来呢，可能爱个较紧呢，啊，一个补一遍过啊，看来该啊个做一起解除。 处理吼，所以这大致上吼，就、這、等、個、我咱好朋友呢啊，先做这这了解吼，这個、大概咱处理的这方式，提供好朋友做参考啊，嗯。